七月份呢，北京市场这个出港整体的流量呢，已经达到了40000人次的左右，嗯，然后相比六月底呢，已经提升了25%。像我们的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昆明这些主要的商务旅游航线呢，客座率呢，其实已经达到了70%，周末已经超过了80%。我们现在计划是两个月的直飞，15个城市，再加上我们吃住行游购娱的所有产品的融合，至少应该1亿人次。